大家好，我是工程一线通的主持 Ayana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ko。 今天呢，我们专门来到地盘。Kiko 啊，都叫你病就不要上班去看医生的啦，现在的菌很犀利的。是咯，不知道做什么鬼呢，这排成作感冒这样，又头痛鼻水又油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未打针啊？吓，打咩针啊？防疫疫苗啊！你咪同我讲你未打嘛？切，呢个世界大把人都唔会打啦，冇咁容易中嘅。我嘅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公，好嚟有我份喎。我相信咧，地盘啲师傅咧都未必个个打晒。你睇我似师傅咁打人，一睇我就知冇事啦。梗唔系啦，地盘啲师傅好守规矩，好听话，咁样全部都打晒针噶。真系咩？我就不信了，我真的不觉得会这么容易中喎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起访问一下他们。好啊好啊。想问一下你呢，打了针没呢？没啊没啊。还没打针啊？为什么不打针呢？原因是现在有变种病毒嘛，现在打了都可能未必防到这样。但是检测要24喎。不是，有些现在流动的检测不是。是吗？有的哦。真的？你好叻啦，师傅师傅，正正经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打咗针未啊？打咗，打咗。咁你打咗科兴定系伏必泰？科兴。科兴。打科兴。打科兴。点解你会拣打科兴？是但一个啫嘛。是但一个系咪啊？人哋话科兴冇咁强，咁咪打个冇咁强。打个冇咁强，即系副作用冇咁强，系咪啊？咁你打完有冇唔舒服啊？冇。冇事，两针都冇事。听啲人讲又头晕啊，又痹啊，又咁样，有冇事？因为师傅够大只。打完针咧，好似话有扭抽噶喎，咁你有冇抽扭啊？使唔使做啦？仲我抽，佢又唔俾我抽，系嘛？我梗系想啦。点解唔俾你抽啊？你打咗针咪可以抽咯？唔俾我抽，我点知啊？佢又冇讲抽喎，一抽我又可以抽嘛？系咪咁咪唔使做啦嘛？系咪啊？哎呀，听你讲得醒啊！系咪啊？但系佢又冇俾我抽喎。冇俾你抽系咪啊？打俾佢唔识有佢，你开始想呕佢噶啦，而家。嗱 ，Kiko， 我都话噶啦，我哋啲师傅好稳阵，个个都打晒针噶啦。嗯，系、哦，原来咧，而家啲师傅咧注重咗安全意识咁多噶、哦。嗯，我系咪应该都要去打翻支针咧？梗系啦，仲快啲去谂一只。咁又啱，好啦，我而家即刻去啦，拜拜。喂，你仲未做完嘢啊？点都好啦，今日同咁多师傅做咗访问，都知道佢哋个个好乖，打晒针，就算冇打针嘅，都有定期做检测。见到师傅们的健康意识都好好，咁你又点可以偷懒呢？记得防疫措施要做足。我哋下次再见，记得订阅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工程一线通，工程一线通配对好轻松。下次再见你。